式营房将战备库房和兵器室全都设。战备器材留出充足空间，战备效率大幅提升。无论是吃饭、洗漱，还是上厕所，都告别了以往人挤人、人等人的现象。我们人人都住得舒心，用得顺心，练兵备战动力更足了。能够基本实现部队临时任务部署、长期野外驻训等需要。真正做到防随人迁，官兵住得更加舒心顺心，全面提升了战备保障能力。